岁出游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画爸爸的生日卡片了。还有十八支，十八个颜色的油画棒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OK， 这是环保无毒的哦。哦，看一下，有十八个颜色呢。好，我们先。好啦，那你想画什么呢？我想画汽车。OK， 好。我想画。好，开始了。水彩笔嘞。开。先画一画，等一下它可以加水。水彩笔嘞。先画一画，它等一下可以加水。你要画什么颜色？开始吧，打开盖子。妈妈，我要Happy Birthday to you的那个画。你是先写字吗？我要水。等一下。我们先写字，我要用黑色。OK。那你打开，你要先写字，好，那先写字吧。我画什么呢？没关系，他画啊，没关系。我画对的。OK， 好，你想画什么呢？头绿塔。OK。不要，爸爸，我就会画。嗯。我画不出来。试试看呢。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唱歌喽。好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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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rthday to 爸爸。Happy birthday to 爸爸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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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发财！好，要说今天是我的爸爸生日。明天呢？今天是我爸爸生日快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画卡片，对不对？画卡片给爸爸，给生日快乐的人。OK， 给生日快乐的人。好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呐、啊？那我们今天，我们爸爸。好，来坐下，坐下。跟你说，可以坐好，坐好。那我们今天有来试一下这个。十八色的彩色笔啊、不是，是水溶性的油画棒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想要画什么？救护车。你想要画什么？好了，你想要画什么？你说。你想要画救护车，对不对？那边有啊。我帮你洗。好了，哥哥帮你画一下救护车。
阿弟的阿娘。